到底清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啊？纪晓他只是你姐，是你让我照顾纪晓的。我让你打着照顾他的旗号追他，占他便宜了吗？你别以为你最近干了什么事儿，我不知道啊。他又不是你的人，我想干什么你管不着。纪晓他就是我的女人，要不是因为这个案子，我俩早就在一块儿了。在一起又如何？只要你们没结婚。 我就有追求他的权利。你还真是异想天开啊！你说，如果让纪晓知道你的毒贩身份，他还会理你吗？会。以前我觉得我离死很近，没资格喜欢别人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我也是警方的人，只要我能立功赎罪。 我的人生就还有希望。为什么我不能追求我爱的人？我不但要追，我还要疯狂大胆的追。就算纪晓知道这一切，他也会原谅我。这是你亲口说的。原谅不代表爱。到底懂不懂啊？我说，是谁给你的自信啊？啊？ 就算你没有误入歧途，你长得好看，琴拉得再好，你连你跟你妈的生活你都保证不了，你连未来是什么你都不知道，你拿什么给纪晓幸福？你不仅什么都给不了他，你还会成为他人生当中的累赘。而我就不一样了，小欧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我都可以满足他。 他可以风风光光的嫁给我，跟我在一起，这有他享不完的福。你有钱就了不起吗？有钱就可以瞧不起人是吗？你要有我这么一个家庭，有我那一个爸，你说不定混得还不如我呢。你在外边高高在上的，靠的还不是你老爸？没了他，你什么都不是。